每年3月29号，花莲市忠烈祠和吉安乡军人忠灵祠都会举办春季国殇大典，向先贤先烈、国军阵亡将士表达崇高敬意与哀思。而清明祭祖时期到了，军人忠灵祠从3月29号起到4月5号是开放给民众祭祀的。花莲县府民政处每年3月29日分别于花莲市忠烈祠与吉安乡军人忠灵祠举办春季国殇典礼，而因应清明时节慎终追远祭祖，位在吉安乡的军人忠灵祠将自3月29日起至4月5日，每日上午8点至下午4点开放民众上山祭祀，而4月4日、5日连假2天，现场也免费提供鲜花及饮用水，提供悼念家属踊跃领取。日前也于花莲忠灵祠办理花莲忠灵祠法会，县长徐祯蔚受邀出席，和入祠英烈遗眷家属等人一同遵循古礼参拜祈福，虔诚礼拜，不仅悼念过往为国戮力之先烈与公允将士，并同时祈愿庇佑花莲。吉安乡军人忠灵祠提供领有荣民证荣民、现役军人及其配偶亡故之安厝，葬厝总容量为11749位，截至2月底，葬厝量达14403位。县府民政处表示，配合环保政策，建议家属尽量以合掌或鞠躬代替焚香纸钱祝香，并同意于祭拜区祭拜，规划时间前往，以避免拥挤人车潮。记者蒋邦彦前乡报道。